代言人一展更紧来呢，来到我的第二舞台区，那要重磅出击，让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他们的健非常健美的身影。我是要跳绳，先跳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请一展呢一边来跳绳，那让我们的媒体大哥们来捕捉一下帅气的画面哦。一展那边，来。哇哦，我们的一展非常非常的帅气哦。要慢一点啊、哦。好，不知道一展能不能稍微跳得慢一点点？哦，有，够慢够慢，大家捕捉到画面吗？好，那也不要让我们的一展太累哦，要让他还是要维持帅气的样子。好，大家有捕捉到画面了吗？我们锦兰来真的哦，他出拳也都非常的标准，非常的有力哦。好，那我们请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捕捉一下这个非常难得、值得纪念的画面。那我们锦兰呢，现在正在热练拳击哦。两位右手边这里。好，那我们请一展跟锦兰看向右手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给中间的媒体朋友。好，接着来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给左手边的媒体朋友一点眼神，左边的媒体大哥们。好，来给右手边的媒体大哥们一点眼神。那接下来请我们代言人们跟 model 们来先看一下我们中间的媒体朋友。好的，来先给我们中间的媒体朋友们一点眼神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右手。好的，那我们各位都拍照完成了。好，锦兰再看一下右手边的媒体朋友。好的，也给中间的媒体大哥一点眼神。哎，最后再看一下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。哎，有没有媒体大哥们还没有捕捉完画面的呢？好，大